没事就搓炉石传说，欢迎大家来到少帮主的炉石酒馆，在这里我将陪伴大家度过一段休闲的时光，每期一套有趣的卡牌带您领略炉石的魅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萨满004，这套牌呢也是我最近在研究的啊，为此我也是付出了代价啊，力量的代价。没错，我的天梯排名已经降到1000名了，因为确实用平民的卡啊，这个镶在传说靠前的位置，有点难，我自己呢也是深有体会。但是平民卡我已经固定在5级左右，可以没问题的，取得不错的胜率了。相信呢大家呢也是非常期待自己冲级的路上能够有更多的卡牌的卡组呢，以及使用技巧来给大家分享。我也是刚刚做了一套萨满，那这套萨满呢，所有的卡啊就这么几张卡啊，每张卡2张，那分别是什么呢？石化武器。那石化武器这张牌呢，无论是给你自己的英雄家还是给你的随从，比如你的图腾家，都是可以让他拥有+3攻击力的效果，很轻松的就可以清掉对手场上这种3血甚至3血以下的这些随从。而且他可以搭配一些高攻的小伙伴啊进行绝杀。没错，闪电剑造成3点伤害，过载1点，这一张呢也是指向性清理战场上3血的这个小伙伴。你想象一下，其实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就寒冰剑是2费3血，但是加一个冻结效果，那这个是1费3血，过载1点，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萨满的寒冰剑，非常好用。银色侍从1/1圣盾，那这张牌呢更多的是因为我萨满嘛，要搭配一些像黑铁矮人和阿古斯防御者这样的效果，加一加一的效果，或者是+2攻击的效果，并没有选择破碎残阳祭司。一会儿也说一下，就是破碎残阳祭司的血太低了，我现在越来越不太看重这张牌，慢慢的要就将它从我的主流卡组当中慢慢的移除掉了，因为确实2点血任何的这些清场技能都可以对付掉你。好，雷柱战斧2张，那带2张呢也是保险一点，2费2/3，有3点耐久度，它很优秀，而且2攻呢又可以补掉3费以内很多的随从，乃至于补最后一刀，就对方5费的牌，你补上最后一刀，你小伙伴先撞一下，再补上一刀也是可以的，而且它可以搭配石化武器，达到一回合打5攻的效果，非常猛。虽然过载1点，但是2费你值得拥有。工程学徒就是过牌，突出一个过牌，战利品突出一个过牌，而且。这些小伙伴铺场铺得快的话，可以搭配我们后面的嗜血打出非常好的效果。火车图腾2张，相邻的随从呢获得+2攻击力。火车图腾这张牌呢，在我这些小费的仆从铺开了以后，可以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因为毕竟+2攻击左右两边都加，而且它有一张嘲讽脸、一定会要优先清理你，所以也就保住了其他小伙伴的生命嘛，对吧。妖术2张，那不用说了，这个是去除变形。闪电风暴2张，那面对大量的术士盗贼的 rush， 闪电风暴呢还是值得拥有的。麦田傀儡，闪电风暴是一张蓝卡，我们看一下前面是没有蓝卡的。刚刚说到这儿，我就要特意提一下，闪电风暴是我们这套牌的蓝卡。我们之前做过几套牌，有平民的不能再屌丝的战士和屌丝的不能再平民的这个术士，是吧？是术士吗？我也忘了，反正就是，战士和。猎人吧，反正都比较屌丝平民化，猎人就带了一只猫头鹰，其他的没有白卡啊。屌丝的不能再平民的猎人和平民的不能再屌丝的战士，以及后来的术士，白卡术士。有没有蓝卡呢？我不记得了。闪电风暴蓝卡，就说你做一张蓝卡也100尘吧，应该是。我看一下制作模式蓝卡是不是100尘？我很少做蓝卡啊。分解是100啊，这是金的，对，制作是100，还算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呢这个啊应该还可以做得出来。2张闪电风暴，没有这个闪电风暴你萨满没法玩，因为它没有 AOE， 其他的就全场 AOE， 只有这个。好，麦田傀儡召唤2/1的破坏这个损坏的傀儡，在自己死之后，所以说它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说带它呢？但他就是说我保证我场上能至少能活一个人，你要清掉我至少攻击我2次，至少2次，对吧？哪怕你沉默一次，我再打死我你都需要2次。所以这张卡是很赚的，而且他可以很好的提供像黑铁矮人给他
就他死掉一个主身以后啊，召唤出来一个小的，你还可以用黑铁矮人给他加2攻击力，变成一个4-1的小伙伴直接打脸，甚至说还可以开嗜血，让他加3攻击力，都不错。森金池的位置4费35，完美的嘲讽。那么这套牌里面嘲讽不是很多，所以说啊，除了阿古斯能给小伙伴加嘲讽以外，比较稳定的嘲讽还是要带的。森金池的位置嘲讽4费3-5，而且还可以吸收对手 rush 的那些火力，非常好。两张，这张牌一直是神牌啊，性价比很高的牌。阿古斯防御者这个两张蓝卡有必要合一下，任何职业他都用得上，所以任何职业任何套牌几乎都可以带他，除了有一些比如说土豪德呀，哎，然后这个奶奇呀，可能不太需要他，其他的基本都需要，还有这种兵法呀，可能不太需要。好，阿古斯使相邻的随从获得+1+1嘲讽，非常好。黑铁矮人不说了，使一个随从获得+2攻击力。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小伙伴没有的时候，你要给对方的小伙伴加攻击力。如果两方都没有小伙伴，你可以直接把他们上上去，因为他是战吼，效果是一定必须触发的。而使一个随从获得+2攻击力，他并不是说使一个友方随从获得+2攻击力。如果你破碎残阳祭司，你可以生硬的直接打上去，不用给别人加，是因为他是使一个友方随从+1+1，这点要注意。嗜血在本回合当中使你的随从获得+3攻击力，全场的随从哦，非常猛。那当你我这套铺场的效果铺开了以后，有三个小伙伴，你这一轮就至少打出10多点血，你要考虑一下。四个小伙伴就基本上奔20血去了，这就是秒杀对手的能力。只要对手有一个回合没有清干净你，你手里有张嗜血就可以带他走，就这么简单。火元素两张，这也是基本卡，战吼造成3点伤害，那么上场就可以补刀，而且还可以打对手脸。而且火元素如果都没有清掉的话，嗜血加火元素就直接9点血，旁边有两个小伙伴，你就可以轻松打出一个15点血以上的伤害，甚至是接近20点血，非常恐怖。好的，那么这么一套简单有效的卡牌，四张蓝卡，几张白卡就不说了，应该怎么都好混到啊。白卡才25沉，好像是还40沉，好像是40沉，挺容易合的啊。蓝卡呢是100沉，希望你们能够把它合出来，就能打出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啊。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实战演习。好的，今天这套萨满004也是去掉了橙跟紫，让我们的萨满套看看能不能利用蓝白卡啊来组建一套比较有力的这么一套牌吧，让我们这些人民币玩家。对阵接纳，好，对阵这可接是纳，你自找的。为了毁灭之锤，对上了法爷，工程学徒，闪电剑，石化武器，还行，就看能不能把场铺起来了。因为现在的法师都是随从法。你好，朋友。所以他有时不清场的，这点就很开心。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发明。收工了。森金池的卫士。我们渴望怎么上来就上个学法师，然后幸运币、奥数飞弹，你这怎么玩？这个游戏太难了。这已经没法玩了，哎，真是一点都不能省，真是一点都不能省。我就想省一个水晶，让这个回合水晶更合理一点，结果被一个幸运币打成这样，自己的问题，明知道对手后手啊。不能怪别人呐！你管那个叫做武器？黑铁矮人给他加攻，然后把他收掉。火冲吸引一下，他只能有2费，2费做不了什么太大的事情。真行啊！再给个寒冰剑吧，还真是各种不让人活呀的节奏。
这可如何是好？看 Stingo 上场，补充完了还有三费。阿曼尼正好可以用他 Stingo 收拾掉他。我可以需求这装备吗？直接一个闪电剑把他废掉。就赌对手没有，对吧？一会儿没有清场技能，把场赶紧铺起来。这图腾出的不好，我可没时间。Sylvanas 变个小妖术，还挺好。这么着的话就挺好的。打得不错。嘿，是我。我对你非常感谢。好的，伙计。能不能别说三遍好的，伙计，手不能抖啊！暴风雪，不给咱们铺场的机会哈，没关系，这轮接着铺，就铺铺乐，各种铺。收工了，19点血6 3 9点加三三得9，18点，石化武器是吧？嗯，打岩爆打脸，他手里还有一张打岩爆，他认为这轮打不死，看似打不死，但实际打得死。好的。29就18呀，打得不错。哎，我点错了，我点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是，我想我都说的是打得不错嘛，这个绝对是个误会，一定是个误会，所以说有时候嗜血啊还是挺关键的，三个小伙伴打嗜血就能打出20多点伤害，当然了，这是要有65的小伙伴以及配合上石化武器啊，有时候你带一张嗜血也够。但带一张嗜血，你会有时候发现死活你也抓不到，所以我有时候就跟大家说嘛，别太赌，带两张吧。对阵歌单。好，这个打术士这套牌有点难度，因为清场技能不多，萨满本身清场技能就不多，只有两张，有两张过牌可以接受。先手银色侍从。打术士的话，先手还行，只要上牌就行了，牌上的不要太差。那现在遇到对手的等级就偏低一点，毕竟我的排名已经掉下来了。在测试卡组的时候，输一盘减好多分，赢一盘才加不到10分，挺尴尬。那个设计啊，简直不合理。不会是鲜血小鬼吧？还真是，真是一点脾气没有啊！火车图腾，嗯，不错。加入战斗，这脾气一下就大了，真的，一下就大了。这火车图腾他都得用那个叫什么，灵魂之火来打，要不然他没法玩。对，必须这么打。但是术士就很亏。把这个苹果飞刀砸爽你的头上。闪电剑配合上工程学徒，这不算神抽啊，不算神抽。加入战斗，观众讲话，这还不算神抽呢，抽两张牌都是解决战斗的牌，是不是？我感觉很难受。你需要祝福吗？来了，麻风侏儒。石化武器，武器加上去，这样的话能剩个31在场上。
解决一个麻风侏儒，啊，剩个三二在场，说错了。哦，如果你确定的话，还行，要不然一个都剩不了。这次啊，这个也难免啊，就开局有些玩家觉得开局打得不好就直接放弃了，所以我们认为平民一点的卡牌冲到这种五级的阶段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再高一点很吃力。我可以肯定的说，你靠这种卡牌打进传说是几乎没可能的，除非你真的运气神好，你连赢二十盘直接进传说了，那当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们努力了，就说没有橙卡没有紫卡，这套萨满打到五级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希望我们啊打得更顺利一些，不可能胜率超过70%这套牌，所以能有50我就很开心。又是一位术士，我这个萨满的牌打德鲁伊什么的也挺好用的，土豪德什么的，为了毁灭之锤，为了锤锤，在录视频就不跟你聊了啊，这一聊就没完没了了。这哥们还老跟我聊天呢。是，我马上照办。三点血，闪电剑吧。我用一费的过载换了他三点血，这你让我怎么打你？你藏在这种角落，情何以堪？占了一片储藏，有精灵弓箭手那算你厉害，没有的话那应该可以顶掉你的这个精灵龙。两个精灵龙，这有点霸气啊。两个精灵龙，顶掉的。改变战术，我本来是想这个用漫天傀儡上去跟他耗的，结果发现抓了一个石化武器，好像改变战术。啊，这就过牌了，看来他手牌确实不好刚才。所以你看嘛，对手术士这种快攻我们靠平民卡牌也是可以防住的，只要牌起手不要太次，你像我这种俩闪电风暴，你说对手肯定不好打，这牌起手算好的，有时候次的时候呢也能打，就看你怎么掌握技巧。你管那个叫做武器，这种情况啊必须得先招个图腾。嘲讽，变个青蛙吧，四四已经算大牌了，对于他来说，术士来说，四四已经是大牌了。这轮他只要能上两个人，我就可以闪电风暴了。这黑骑士你都带，这术士有点，这也是土豪卡，这是黑骑士橙卡，有点凶残啊，这个弄得我还真弄不死他，感觉。火元素就算了吧，先招个图腾。哎，不错，你看这图腾各种闪啊，在扭动着。哦，如果你确定的话，我要求死多一个人在场上，因为对手也没什么清场的技能，所以我认为多一个人会比较好。哎呀，只能用闪电剑了。
确定的话，多一个人就多一次机会啊。下轮只有四费，麻风侏儒。圣光会庇护我。我是阿格斯之盾。又来一遍，那必须得闪电风暴一下。一二把圣盾破了，闪电风暴清掉。哦、如果你确定的话。行。第二个，又够攒两点，哎。也不知道这算好打还是不好打啊，努努力吧。接下来是八费，八费过来两点升六费，六费的话可以上火元素，踩死对手。把这个苹果飞刀砸爽，可不要飞死我的二一啊！飞右边，飞右边，飞右边，飞右边。哎，不给力，老师。飞不了右边，加一的话效果也不好，直接踩死。直接踩死的，应该还行吧？这牌这么大，不过也不好说。术士现在一抽牌就剩四，就有四张牌，空间很大。恐狼前锋，俩恐狼前锋直接给我土元素、火元素干掉了，这你敢信？这你敢信？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发生？我真是快哭了都。我先看看招个什么图腾，最好招个一一图腾，治疗图腾，治疗图腾不太给力。我可以需求这装备吗？上个森金迟钝卫士，应该上满天傀儡的，不过这个能弄一张牌也行。森金迟钝卫士挡刀，挡住啊，挡住对手的三二和三二就行了。下一轮开嗜血带走了，行了，没嘲讽你就死了，没嘲讽你就死。我必须这样做吗？不清场就是一定是死。因为天梯里的萨满带嗜血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已经不管萨满的图腾了。我想有灵魂之火，估计哦，机会啊，机会。你信不信我下一张还是嗜血，俩嗜血，俩小伙伴我都给你干掉了，六六六六。没有时间了。他到底在犹豫什么呢？手里两张什么牌呢？传说中的地狱烈焰清全场吗？好，不管了，不管了，就真的没戏了。够了。激励够，好，我们这套萨满已经拿到三胜，嗜血的萨满还是很管用的。你说这个时候你手里如果只有一张牌的话，怎么几点给我新任务？一点钟给我新任务，赢得三胜。我刚刚赢的三胜不算了是吧？反正这套平民的萨满，就比较中庸的萨满呢，就是蓝卡白卡组成的。如果你有橙卡跟紫卡，可以适当的哎做一些修改。但是告诉大家，就是蓝白卡也是可以打赢，在这个五级左右啊是没有问题的。好，遇到个战士。对阵 Garrosh， 不胜利，不宁死。为了毁灭。现在的战士呢，通常都是。憋后期的战士，哎，别闹行吗？我真逗，我平时冲等级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玩这样的？就是时不时对手三回合就退了，两回合就退了，这算四胜啊，这算四胜，
看没有，这套算满四胜，输一盘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啊，号称100%的胜率打了四盘以后，只是萨满啊，有些朋友玩不好，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蓝卡，就是他的闪电风暴是蓝卡 ，AOE 是蓝卡，特别烦。在竞技场里面也是，你有可能就一个把闪电风暴的蓝卡，真不想打术士，打好几盘了。不过天梯里除了贼术法德，其他职业都比较少。森金持灵卫士是不错的，但是费用有点高，希望他后面抓上来。对，换个雷柱战斧就好了。但是我不太希望他一手直接上一个鲜血小鬼，圣光会庇护我，银色侍从就好很多。银色侍从我就不着急打他了，除非他有血骑士自己吃自己的圣盾。需要祝福吗？是是是，我马上照办。给他加，没给他加呀？你们是不是亲兄弟啊？闪电剑，二一，二三打掉了二一，结束。这开局不那么舒服了吧，同学？我过载两点呢。我费多大劲呢，用了幸运币我还过载两点。我感觉很难受，得砍掉那个麻风侏儒啊。元素之灵指引我吧，下轮四费工程学徒配个图腾。又抽牌，你这是，你是在等我有闪电风暴是吧？现在没闪电风暴，你不赶紧打？他的牌是有多不好？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发明。一杠一，我就不管你了。对，你连嘲讽这条线都过不去。还抽牌，能不能愉快玩耍？恶魔之火，你这不会是想靠一一把我打到死吧？你这个太瞧不起我了。嗯，两把雷柱战斧也是妥妥的。哦，如果你确定的话，有第二把了，这把就可以把它用掉，省得浪费资源。下轮六费，又可以上阿古斯，又可以上雷柱战斧，多好！还抽牌，大哥，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我下轮开始血了啊！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这是闹呢！我必须这样。鲜血小鬼，灵魂之火，是吧？估计是灵魂之火，九宫。九攻加上三攻是十二攻，十二攻，十二攻打不死，不着急，继续铺场，得把你的飞刀干掉。我是阿格斯之盾。哦，飞刀杂耍斩掉。行了，下一轮怎么开始？怎么着都能开始也打死他，我觉得。我这手牌这么猛，对不对？十一点血。你为什么要召唤我？虚空行者。我是阿格斯之盾。火蛇图腾，算一下啊，
怎么都死了。六二，把它换掉。哎，火烧图腾这个东西配合视野确实太霸道了，确实是很霸道这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好，把任务得做完哈，做完任务能做完吗？我也不知道，再搜一场，搜一场，无论如何，无论输赢，最后一场。相信大家也能掌握这套萨满的这个套牌的组合。好，遇到德鲁伊了。刚才说打德鲁伊还不错，确实，因为我铺场铺得快的话，德鲁伊清场很费劲，我又配合嗜血抓一个 timing 他就死了。除非这个德鲁伊每回合都能把我打的啊什么都不剩。换回一张嗜血，我当时脸都哭了。我是捂着嘴说别回嗜血，别回嗜血，结果他还是给我回了。你好，朋友。幸运币，工程学徒。走工程学徒的好处就是德鲁伊拿工程学徒就很尴尬的境界。你说我用你拍一我拍一吧，我得拍两次。我要是用那个、愤怒呢？他干脆不拍我了是吧？拍脸了，用愤怒又不合算，确实是。非常不划算。哦，如果你确定的话。出了个一的小图腾，这你得拍吧。麦田傀儡，他也没拍。闪电剑搭配雷柱战斧，可以把它解掉。我就希望场上多留人，没别的要求。下一轮变成只能用两费，那下一轮接着上工程学徒，接着抽牌，上图腾也行啊。他上塔斯丁戈了，他上塔斯丁戈了，我还真没什么办法，弄个图腾挡一刀吧，还真挡了一刀。挡一刀，挡一刀，挡一刀，挡一刀吧嘞！元素之灵指引我吧。别说，下轮打算搭配黑天矮人呢，直接把他撞死得了。像这种局面又不值得用横扫和这个群星坠落。我想因为森林池的位置出青蛙的话就太可惜了，就太浪费了，所以犯不上补掉一个一一。三费结束，很好，这是我希望的。哎，火石图腾就解决掉了，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容易一些。那就火石图腾呗，火石图腾也能吸引一下火力。哦，如果你确定的话。结束。你得管吧。真冷，哎呦，要爪机配合上，果然是，拼了老命也得把这火石头能干掉。没事没事，我还有黑铁矮人。安装 TC 幺三零精神扰乱装置。TC 幺三零精神扰乱装置啊！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发明。火元素。你管那个叫做武器？打脸。这毫无疑问要打脸，因为下一轮他肯定得跟我换，他只能换那麦田傀儡，直接上个大树啊，
换麦田傀儡，变个青蛙，呱呱呱，我青蛙呱，我呱呱呱。打德鲁伊的话，萨满还是可圈可点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弄一个这个，再弄一个圣盾，下一轮无论如何我得把嗜血打开了。哦，打错了，打错了，应该这个打的，能多打一点血。错了，错了，错了。哎呀，要因为这一点血没打死得多亏呀！安装 DC 幺三零精神扰乱装置。好，控制我一个一二，还是不错的。但是，然后呢？横扫。剩两个人了，不好打。嗜血的愿望破灭了，剩一，还好，还好，还能剩两个人，至少场上不会那么亏哈。上个土元火元素能清个场。他居然抓到两个 TC 幺三零，这怎么玩？把场清掉，继续打脸。这轮很有可能上大货了，伊瑟拉，上伊瑟拉我就赢了。在哪里？可惜他没上。变形砍掉一个。阿古斯防御者不行，阿古斯加上去以后开始血都打不死他这六血。招个图腾，图腾倒是不错，嘲讽图腾。哎呀，你这怎么还换位置了？这我怎么战斗？我怎么加图腾啊？不是，我怎么加这个？能不能？好好。加入战斗。得，放到最左边去，你敢信？哎呀 ，bug， 你能不要跟我闹 bug 吗 ？bug 实在是太 bug 了。你上个伊瑟拉，你就赢了。你上个伊瑟拉，对，大螺丝，对，对，就是大树，我开嗜血了。我的眼睛都必须得把他弄死，毫无悬念。这回基本上稳了啊！先开嗜血，你看又换位了，先用它把它换掉，我放最中间对吧，放最中间，你总得让我加上两个吧。好，加上两个就行。冲锋陷阵，直接十点伤害。加入战斗。嘿，那剑给我。打不错。好的，让我们这套，平民的萨满呢是一个完美的结局，赢得三场的任务完成啊结束。同时呢，也希望这套萨满给我们橙卡和紫卡不全的小伙伴呢，萨满004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冲天梯的快感。同时呢，也是更希望你在年前多多支持一下少帮主零食店啊，少帮主这个零食店的地址也是在右边，扫左边扫码也可以啊，右边敲网址，在淘宝上搜少帮主的关键字也能找到啊。同时呢，继续关注我的视频，感谢大家支持，拜拜。